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用无方》第八段，明毛光照业三昧门。请看勇猛光啊，这第十四啊，勇猛光第三首偈看起啊，第三首偈是讲勇猛光的因啊，劝化众生令测进，常勤供养于三宝，法于灭时专守护，是故得成此光明。前面我们看过精进啊，在他修行过程当中，以及呢精进所得的成果啊，修行过程当中啊，特别提到的恭敬三宝、供养三宝，无有疲厌呐，果德能超出四摩啊，超出四摩啊，实在就是超越六道啊。啊，这个四摩是五阴、烦恼、四摩跟天摩啊，天摩就是外面的环境。那么讲到五阴呢，还不止六道啊，可以讲到啊十法界，说成无上佛菩提啊，着重在一个速，快速成就，就是证得无上菩提啊，无上菩提是究竟的佛果啊。今天这首经是讲这个精进光的氛围啊，这个氛围是怎么样修成的啊，这首偈在今天我们所遇到的环境格外有深重的意义啊，我们要能够体会啊，劝化众生令进测，进是精进，测是警测啊，也就是必须要有啊高度的警觉，佛法确实难闻呐！啊，遇到佛法呢，决定不要将这一生呢空过了。啊，要怎么样做法呢？常勤供养于三宝。这个恭敬供养，是教我们呢
怎样去修，怎样去行，这个里面的含义非常的广大。一切法啊，我们通常讲事出世间法，无论是大的事业还是小的事业，乃至于个人一生的幸福美满，都要从恭敬当中求啊，这是真的。如果不知道恭敬，不说大的就是小的，真的生活里面许许多多幸福美满的缘分都会当面错过。啊，所以事出事法了，没有不是从恭敬当中求。啊，佛门里面的，你看这个忏仪，啊，第一句话就是一切恭敬，啊，一心顶礼。啊，世间法里面，我们看礼记，啊，这中国的礼记第一句话就是去礼乐无不敬，啊，无不敬就是一切恭敬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在事出事法看，啊，大乘教里面，你看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一愿，礼敬诸佛，不就是一切恭敬吗？诸佛的范围就大了，把一切法了全部都包括在其中。啊，他讲三世佛了，啊，过去佛、现在佛，这个我们知道啊。未来佛呢？未来佛是一切众生，所以对于一切众生呢，他是未来佛啊。那如果是用华严教义来看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不但这一切有情众生呢，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啊，我们现在讲的植物、矿物，在华严经上也是本来是佛。啊，他话不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情，我们今天讲动物，有情众生；无情呢，植物跟矿物。啊，同源种质，就是都是成佛啊。所以自己成佛的时候，你看到山河大地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包括山河大地啊。为什么众生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啊，凡所有相，没有一样不是众缘和合生起的，这同源种质啊。这话怎么说法呢？先要晓得佛是什么。佛是自信啊，《坛经》上说得好，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自性变现的万法，
自性在哪里？万法就是自性。啊，所以宗门的祖师看厌初学啊，这个初学是什么呢？是指刚刚见性啊，刚刚见性啊，祖师考一考你啊，看你是真的见性的还是假的见性的。他问你性在哪里？性是什么啊？真明白的人啊，随念一物，比划比划，一般凡夫不懂啊。啊，那祖师就明白了，给你印证证明你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而实际上呢，这个道理我们明了，实际上啊，就是华严经里面常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所以整个宇宙啊，无有一法不是法性。你看那法相，法相跟法相是法性，法相是一，不是二啊。古大德给我们做比喻，好像黄金跟金器啊，你一个金戒指，一个金手镯，一个金项链，这是器啊。黄金在哪里啊？啊，拿这个金链子比比，这就是啊。啊，指着那个镯子是啊。啊，金好比是法性，戒指、手镯、项链是法相。法相啊，千差万别了啊！我曾经看过一次这个金狮的展览啊，他个展览厅啊，也是我们学佛这个同修，他做这些金器啊，他有个展览室。有一天我们到他那去参观啊，他做的不是真的假的金首饰，镀金的啊，那个每个花样都不一样，大概将近20000种啊。去看的时候琳琅满目啊，啊，非常的美观啊。他销全世界啊，确实真经镀金的啊，镀金的，所以价格很便宜，现在全世界人都喜欢。为什么呢？丢了不心痛啊，一件很漂亮的首饰也不过就是美金10几块钱啊，比较简单的几块钱啊，一金做器，气气皆金。我看到那个样，跟我一起去的同学的时候，我就指出古大德这两句话，你们在这里看到了啊，金跟金气是一不是二，金在哪里啊？就在金气上。那么法性在哪里呢？就在法相上。你就明白了啊，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自信就是法性啊。所以从性上讲呢，我给一切人相同
一个心，我给天地万物相同，一个心啊。从性上看呢，没有二啊；从相上看呢，千差万别。所以情与无情同源种质，从这个相呢，你就很容易啊体会啊。所以自己真的明白了啊，真的明白没有？就是放下，放下就明白了。不放下了，怎么说你都不能明白啊？为什么呢？给你说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就坏了，想什么？意识啊，意识怎么能够会通自信呢？没这个道理啊。自信是觉啊，意识是迷啊。阿赖耶、莫那第六意识都在迷位啊，它不是觉啊，所以佛给我们讲的好啊，你放下执着，不再执着了，你就得正觉，你就觉悟了。执着没有放下了，你在迷位呀，你不觉啊。我们天天听经，天天受圣教的熏修啊，天天在熏啊。我们自己好比是古人有这个比喻啊，好比这一块木头沉在水底下沉了很久很久了，湿透了。我们现在就是这种情形啊，就是说我们的迷啊，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啊，把这个水呀、啊、当作迷惑啊。这一块木头呢，是我们的自信，迷得太久太深，拿出来的时候用火来烧，能不能把它点燃呢？不能啊。那怎么办呢？哎，你不要放弃，你就放在火里面去慢慢给它熏啊。一天没点燃，两天、三天，如果十天、二十天、三十天，哎，点燃了啊。这就叫常识熏修啊。啊，我们今天天天在学习经教啊，就是在熏修啊，希望哪一天一下点燃啊，点燃就开悟了啊。现在我们晓得真正修行不是别的，是让我们在经教里体会到这些理论、这些方法、境界，我们生欢喜心，我们怎样能证得啊。正德的诀窍没有别的，就是放下。八万四千法门，那是放下的方法。那我们用什么方法放下呢？我们用持名念佛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起了分别执着了，阿弥陀佛，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那个分别执着打掉啊。这一句佛号虽然打掉了，佛号念完了他又起来了，跟拉锯战一样啊。再一句阿弥陀佛又把他扶下了啊，佛号完了他又起来了，这是正常现象。他要不起来，那你不就成阿罗汉了吗？执着没就成阿罗汉了吗？
那分别没有你就成菩萨了吗？那现在成不了阿罗汉，成不了菩萨，就是你念完了他又起来，可是这个念有效果，念念不住啊，就念念不停呢、不管他起不起来，我这个佛号就是不断的念了，不断的压了，久了，自然而然它就产生效果。这个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这个法门最方便、最简单、最容易，这叫真念佛。他懂得他念佛的目标在什么地方，要把自己的妄想分别念掉。南无阿弥陀佛还是一个妄想分别之主。不要紧，先用这个分别之主把其他的分别之主打掉，就取而代之。这个分别之呢，到极乐世界再把它放下。念佛法门的殊胜之处啊，就在此地啊！其他的法门是一定要把妄想分别这个打掉，你才能成就，所以它就难了。这个我不要打掉，我只要把它控制掉，它真的，我念佛的功夫得力，功夫得力，得力就是什么？分别执着不起现行，是没断，这没断，我这佛号能控制得住，能压得住。给诸位说，这就叫真正的恭敬供养于三宝，这什么自信三宝啊，自信觉佛宝，自信正法宝，自信清净圣宝。这是恭敬，真正的这个恭敬供养。那么修行要时时刻刻检测，检测时时刻刻注意，决定不要叫分别执着增长，叫它相续。要叫这一句佛号念念下去，不要叫分别执着相续，分别执着是烦恼，是习气。这个人叫会念佛，叫真念佛。常勤供养于三宝，这是对自己，这是自利。自利我们要感恩三宝的恩德，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很幸运的遇到三宝，我们得度了。怎样报三宝的恩呢？这底下两句讲得好了，法于灭时专守护。你看我们正好碰到这个时候，前天我们有个同修从巴黎回来，
啊，教科文组织总部我们有个宗教代表了，斯里兰卡的法宝法师啊，我跟他很熟，他让同学带个信告诉我，提醒我，对，现在在世界上这个其他的宗教信徒年年有成长啊，这是调查统计啊，信徒的人数年年有增加，他说佛教徒这些年呢年年都减少，他说这样下去30年之后啊，恐怕世界上佛教徒就没有了，他很担心，把这桩事情呢告诉我，啊，实际上这桩事情我讲了很久啊，前几年我访问日本，我跟日本的宗教界的长老们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如果我们再不能够把佛教的教育提升，啊，我估计呢，日本大概在20年之后，佛教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跟天主教，他们的发展很快速，啊，吸收的信徒啊，这个量很大，佛教真的在衰退。关键没有别的，在教育啊！啊，社会上年轻人为什么去信基督教、天主教了？啊，为什么不进佛门来？看到佛门都是为死人服务的，啊，超度亡灵都搞这个。那么他们的宗教办的这些活动啊很多啊，很能吸收年轻人，这值得我们注意的啊。那么在一般现代学术知识层面来说，他们占优势啊，牧师、神父至少都是高中毕业，然后念神学院啊，神学院3年相当于一般大学啊，而神职人员大学毕业的很多，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很多。再看看我们佛门，太少了。啊，这个都是法于灭世的现象。那么佛在四分律里面跟我们说，有5种缘令佛法速灭，
第一种，若比丘不敬佛，故知佛法所名。啊，那我们看看比丘敬不敬佛呢？见到佛像顶礼拜三拜不算敬佛。什么叫敬佛？真正在看破放下上用功夫，这叫敬佛。啊，佛绝对不是叫我们看到他就跟他磕头顶礼的，不是这个意思。佛是希望你呀，快快回头，回头是岸呐。啊，回头你就回归自信了，回归自信，你本来是佛。这个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应化在十法界唯一的一个目的，令一切众生回归自性。证得了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是佛应化在世间啊，就这么一桩事。这是这《法华经》上说的很好，更好，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这个大事是什么？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那你有没有走觉悟这条道路啊？走觉悟这条道路是敬佛啊。第二句是若比丘不敬法啊，法是佛留下来的遗教，就是现在的经典啊。这个经典怎么样尊重呢？经典天天要学习，就是尊重我们每一天有没有去读经每一天有没有悟处每一天有没有做到这个很重要啊。啊，每一天在学经教，学了之后做不到，不敬法，一定要落实啊。啊，落实有此地，有顺序。你要知道从哪里做起，那又不知道呢？不知道佛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教给你了，敬业三福这三条，佛说它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这个话说得多清楚多明白。三世过去佛是遵守这个方法成就的，现在佛也是，未来佛也不例外。你要想成佛呢，你一定要守住这个原理原则，你去学习
那从哪里学习啊？从孝顺父母学习。你看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三世诸佛共同走的一条路子。你要不走这个路，你去搞一条别的路，你就试试看能不能成功。不行啊，还是要效法古圣先贤，那么就中国历史来说吧，我们老祖宗走的五千年走的这条老路，这还会有错吗？你要不相信，另外开辟一条道路，你试试看你能不能成就啊。那么在佛法，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了，无量诸佛共同走的这条路，都是这条路成就的。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路落实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是在感应篇啊。下面是十善业道，这头一句就是中国儒释道的三个根。那然后我们再冷静细心呢去思维，今天佛门弟子在家这三条有没有做到？如果做到了，你是真正的在家佛弟子，你有资格学佛啊。学佛就是求受三规五戒才有资格受三规五戒这个三条没有没资格。那三规五戒是什么呢？是借缘的，不是真的给你受个三规五戒是借缘让你欢喜，你做不到这个小朋友看到父母受三规五戒了，他也跟到受一个法师行给你一个这个皈依证你也就是做了三规五戒了，知道什么？你做不到，你哪里会懂呢？出家人的时候受三规五戒之后再受出家戒沙弥律仪就是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你看今夜三佛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那是第二条但有第一条的基础是提供给第二条的没有第一条哪来第二条呢所以你就晓得受持三规居住中间必须要有前面的基础没有前面的基础
那就是我们讲的戒缘三规，这个不算数的。啊，跟佛结个缘，啊，结缘之后你慢慢明白了，啊，所以也有认真学习，到以后自己真正能做到了，那就从戒缘的真正变到正性了。啊，你理论明白了，有正性，然后真的能够依教奉行，把你所理解的、所学到的，都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论、行为，你真正得了佛法的受用。啊，这是不是真的佛教徒呢？不是，这是这个正性里面呢，也有三等嘛，三杯九品嘛。啊，你是中上级的正性。啊，我初学，这个学经教，啊，道理什么都懂了，虽然还没有做到。对佛法不怀疑，确确实实有恭敬心，刚刚是真心，下下品的真心，啊，不算迷信。那什么时候真心呢？佛经上讲的，烦恼断了。啊，至少三界的见思烦恼，啊，思惑没断，见惑断了，真心。啊，这个见惑断掉，在《华严经》里面，初信位的菩萨，啊，华严一共菩萨位次51个位次。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50个，上面有个等觉，所以菩萨一共是51个位次，好像念书一样，51年级啊，你才上了1年级，啊，1年级真心啊，啊，那么他要断。38品见惑，我们一般讲的是，这个是属于执着里面的一分。啊，见思烦恼都是执着。啊，你放下这一分了，放下这一分，是个什么样子呢？啊，这境界呢是什么样子了？《金刚经》上所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样子就现出来了。啊，你看看我们现在起心动念，我这个执着多强烈，这个就是你小学1年级进不去啊，障碍住啊！啊，《华严经》里面小学1年级不再执着于我了，啊，我执放下了，啊，这个，见思烦恼里面讲啊，身见放下了。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了，啊，
边见放下了，边见就是我们常讲的对立的这个念头没有了啊，然后就是这个见取见、戒取见，这两种就是我们讲沉见啊，某人沉见很深啊，沉见自以为是啊，这个放下了，能随顺众生啊，沉见深的人他不肯听别人，别人听他的啊，他不肯听别人啊。最后一个邪见啊，邪见是错误的看法，这个没有了，他有智慧啊，他有戒定慧这样的人叫正信啊，真信，这是真信。所以你就晓得不容易啊。啊，那我们要进法呢，就是要依法修行。啊，佛经上讲，如法修行，如是跟法讲的一样啊。啊，我们学净土，我们所遵守的最高修学指导原则，就是敬业三福。三条是一句啊，我们是遵照这个原则了来修行的啊，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这个就是儒释道三个根。向上提升，受持三规，居足中戒，不犯威仪啊，那么至少沙弥律仪要遵守啊，菩萨戒要遵守啊，这些伦理道德的规范要遵守啊啊，那么这个有这么基础之后，再向上提升，这入大乘啊，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学什么？学真诚，把虚伪放下啊，以真诚心待人，把一切染污放下，恢复自己的清净心啊，把傲慢心放下，恢复自己的平等心，把愚痴放下，恢复自己的智慧心，把自私自利放下，恢复自己的慈悲心，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了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发菩提心，那个东西不是念的，是要在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学啊啊，这是真正啊，把虚伪放下了，虚伪这都是烦恼啊，都是习气啊，就是分别执着啊啊，这自信里都没有的，染污没有啊，啊，傲慢不平没有啊，迷惑没有啊，把这个你放下，我们的心得就现前啊，菩提心是真心啊，真心才能现前，身心因果啊，这一句
用在净宗法门里面，妙不可言。啊，这个圣性因果是什么呢？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所以真的在历代，就这一句佛号，他就成佛了。啊，我们不看远的，远的在《往生传》、在《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的很多，我们看现在的谭虚法师给我们讲的两个人，啊，一个是锅炉匠，这故事他就很熟了，不认识字，40多岁才出家，什么都不懂，啊，谭老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哎，你就念，念累了呢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将来准有好处。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叫好处，反正你教我这么念，我就老老实实念下去。念了3年，也预知实质，站着往生，不辜负老和尚的教诲。啊，第二个，啊，也是地仙老和尚赞叹的，啊，谭虚法师给我们说的，哈尔滨极乐寺盖成之后开戒。修无法师啊，这是个出家人，也是不认识字。出家之前呢，做泥水匠的啊，都是以劳力，靠劳力生活的。以后出家啊，也是什么都不懂，在寺庙里面做粗活。啊，别人不愿意干的，他都去做。啊，洗厕所，啊，做粗重的活都他干。啊，他干任何活的时候，他不埋怨，很欢喜。一天到晚就一句佛号。你看，在极乐寺开戒期间。他预知时至往生了，在戒坛里做出这样的表演，那真的不是假的啊。啊，我早年刚出家没多久，啊，在佛光山教学的时候，啊，那听说的就是附近将军巷。一位老太太念佛3年，预知时至，站着往生。啊，老太婆。啊，那么前年这个深圳的黄忠昌，这大家亲耳所闻呢，也亲眼所见。2年10个月，就是一句佛号，2年10个月，预知时至，走了。这个是真正叫啊，敬佛、敬法、敬僧，放下嘛。教你这个方法，你真干嘛？是。身心因果啊，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佛了。啊，他为什么能成就？他真放得下。啊，我们很多人呢，这个道理听得很清楚啊，念佛功夫也不得力了，什么原因呢？放不下。
这放不下了，可害苦了啊，害惨了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姻缘，放不下了，错过了再遇到这个缘分可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这一句摆在放菩发菩提心下面，身心因果，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教诲啊，底下才是什么呢？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两句讲弘法利生啊，研究经教，这个教化是为教化众生的，不是为自己的。你看看这个意思在此地啊，为自己到身心因果念佛往生就行了，自己成就了啊，何必天天搞这些经教呢？啊，这是什么？这是为众生，众生根性不起，不是一个法门呢能度得了的。所以佛开了84000法门，开了无量法门啊，那是什么？那是度众生的。劝进行者就是度众生的啊，劝勉一切众生啊。但是这净宗之妙，无论给你讲哪一种经论，给你讲哪一种法门，到最后啊，都把你归到净土。你看《华严经》讲多少法门呢？啊，《华严经》里面讲2000多法门。